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那你唔得问对个，对不起婉婷的呀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啊，一开始是他们小两口约定好的，但是这两个人不是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，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。那大哥说婉婷姐误会他，是误会他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这要等那个瑞克回来才知道。不过我看婉婷这一次啊，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瑞克想要把他给追回来，难。你够知影嘞？我跟你讲，我对阮瑞克有信心啦，他绝对可以把婉婷追回来的啦。跟你讲难呐、啊。你难嘞，你讲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没追到？什么？得爱婉婷嘞，婉婷但是没有带回来啊。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没有关系，妈妈哦，再赶快帮你介绍很好的女生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哪在讲这种话嘞？其实这种话，若叫未来的史太太听到，伊会无欢喜。石妈妈，你这反应很假哎！我刚刚听到有人说帮瑞克介绍新的女朋友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，这谁呀？哦，石妈妈，来不及了！哇，好美哦！哦，婉婷姐，那个是瑞克哥送给你的吗？我都快要把你哭出来了啦！哇塞，大哥，你进化嘞，越来越会骗女生嘞！拜托呀，谁用骗子啊？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？我用真心诚意感动他的嘞。这样子嘛，我们那个最能干的啊，怎么可能会让妈妈失望？所以说，今天大哥跟婉婷姐会结婚喽。嗯，啊，不过以为啊，看伊两个咧唱看调调哈，感情够啊好嘞，当然喽，只要结婚呐、啊，对不？而且婉婷哎，已经吼收留我们那个这么大块的成就，哎，你不要再给我们打问啦。石妈妈，这一次呢，就算瑞克想把我甩，都甩不掉的。哦，好，来，进来，哎，赵伟，进去楼下放炮啊！是，啊，没事，赵伟，进去。阿丽啊，给你提醒你这些啊，要小心点钱。这样，你进来，穿起伪装呢，哈，当娃娃的啊，快，哎，要看我，阿丽连回来呀。啊，他说不接的话，他先去下一摊呢。下一摊，进个裤回来啊！老公哦，咱要结婚啊，进来。